警报警报，嗜血的吞血者和狂暴的北地莱克入侵卡拉迪亚，血颅谷战帮和复仇股民盘踞在各个国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卡拉迪亚大陆急需亲友们前来拯救。今天战妹给大家推荐一款由奇坎征文站不等闲大大制作的北与血霸主 MOD 包。这款 MOD 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拥有全新故事背景的势力和家族，信奉血神的吞血者和烧杀抢掠的北地莱克会处处阻挠玩家的行动，而每个势力都会有拥有特殊技能的英雄家族，使得卡拉迪亚的战争更为残酷和激烈。值得一提的是， MOD 新增了不少英雄级单位和超级士兵，通过拜访匪徒代理人可以招募整个大陆的优秀战士，极大的增加了战斗多样性和策略深度。全新的北与血机械库将会为玩家提供各种各样的传奇武器装备，这些特殊的武器装备将助力玩家在战斗中取得巨大的优势。特殊 NPC 的加入使得 MOD 的剧情格外出彩，不仅新增了很多功能性 NPC， 还增加了四个大 BOSS，分别是具有强大召唤能力的瑟拉娜，能不断回血的卡恩，通过献祭为队友回复生命的阿尔瓦尔，以及能花费金钱为购买士兵武器和忠诚的伊利亚。他们将会带领战帮给整个卡拉迪亚带去混乱和灾难，而阻止这场灾难的办法就是击败他们。为和平而战斗的勇士们啊，快来阻止吞血者战帮和北地莱克的阴谋吧。以上仅为部分内容介绍，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前往奇坎征文站首页进行查看。奇坎征文站所有的 MOD 都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你想即刻游玩到这款 MOD， 可以直接下载奇坎征文站 MOD 管理器，在管理器页面搜索北与血霸主，进行一键下载与安装哦，既简单又非常便捷。也可以到奇坎征文站下载中心搜索北与血霸主免费进行下载，按照上述步骤安装即可进行游戏。全网 MOD 一网打尽，就用奇坎征文站 MOD 管理器。 MOD 管理器实现了 MOD 一键下载与安装，更有自动排序、自动更新功能，为大家畅玩 MOD 保驾护航，而且所有功能全部免费，还在等什么？快来奇坎征文站免费下载吧。奇坎资讯抢先看，各大手机商店搜索奇坎征文站，下载奇坎征文站 APP，更多更全的MOD内容资讯尽在这里，等你来哦。 Less talking, more reading.